好，大家好，焦点视频邵文俊奇门风水的时间，咁啊，荧光幕咧见到我哋嘅邵文俊师傅。大家好。嗱，师傅上一集咧，我哋就呢个职场捞起攻略咧。嗯。我个名字我就觉得我改得几好啊。嗯。但系你又讲到我就有少少觉得我一出闸就脱脚喎。啊，咁即系你即系时势嘅问题啊。系啊，即系讲到就原来下年其实麻麻地噶。啊。嗱，咁唔紧要噶，即系我觉得其实。永遠都是學師傅話齋啊，係嘛？玄學點解要有玄學啫？就係你要知道一啲嘢，然之後睇點樣可以改善或者未雨綢繆。係係係。OK， 嗱咁啊，即係我哋永遠都要向好嗰方面去看。嗯。咁啊，嗱，師傅，咁啊，你知啦，即係我哋打工仔啦，做緊一啲嘅嗰個嘅一份工啦嘅時候啦，咁啊個地點。一定會有啦，係咪？咁我啊想請教下啦，下年2020年有冇話邊一個區嘅寫字樓啊，或者鋪頭啊，或者喺嗰啲地方做緊嘢嘅公司，可能其實嗰個生意都會好啲咧？哦，係啦，嗱，呢個真係學問啊嚇。係。咁啱曬。嗱，嚟緊呢個咧就奇門遁甲嘅流年盤。啊，就是針對2020年嘅，好冇？好。啊，咁我哋即刻就已經顯示咗。係。咁來年咧，原來啊東區東面有利啊。係。啊，咁啊咩叫東面？譬如九龍嘅東面，你明啦，觀塘啦，九龍灣啦，係嘛？係。係嘛？再入啲叫將軍澳、油塘呢啲咯。係。係嘛？咁如果港島區嘅東面咧，咦？咁太古對。東嗰邊啊，譬如哎呀柴灣、筲箕灣，你啲相對可以，係嘛？咁啊嚟講咧，就首選咧，出年嚟講咧。